美国女星茱莉亚·福斯向来以大胆的作风闻名，近日她出席纽约时装周，带来许多惊人的造型，其中一套诡异的造型更是掀起了超高讨论度。只见她穿上设计师品牌的皮衣，搭配迷你裙，搭配一头红发，看起来就像动漫角色一样，展现了酷帅的氛围。但她手上提着一个超逼真的人形手袋，以黑色皮革塑造出成年女性的身体轮廓、头部，还有金色的假发，脚上甚至穿着和茱莉亚同款的厚底鞋，乍看之下就像拎着尸体现身纽约街头一样。造型曝光后，引来不少网友批评，认为这款设计提倡暴力，看起来一点都不时尚，反而诡异到了极点。